各位啊，我现在来到一间花莲的米粉店呢。这间店还蛮特别的，它这家店的名称就叫鸡汤小卷米粉。这米粉是很经典的大骨汤哎，大骨配上油葱还有韭菜的味道。它这个泡菜的香气很特别，咬下去是一种蜜饯的味道吗？忘了跟各位说，他这一间店你内用米粉是免费吃到饱的。那我们再去加米粉吧。没有想到说这间米粉店是让你吃到饱的，感觉还不错哎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加一点调味料。好香哦！我们再去加米粉吧。汤加太多了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加油，这样可以破纪录。嗯。谢谢他。这次他把我这碗加到满出来，他到底加了多少米粉呢？我觉得他需要一点调味了，整碗已经没有汤的味道了。那我们再加一点胡椒吧。有点难搅拌呢。它不像刚刚那两碗那么的好吃。再去加米粉吧。必须跟各位讲哦，先吃完第三碗米粉开始了，它第三碗米粉已经没什么味道了，那碗米粉已经失去它美味的感觉了。对，谢谢你。OK 啊，第四碗米粉来了哦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就不要再加米粉了。这第三碗、第四碗开始，它的汤已经跟清水一样了。
今天这家米粉，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会给它90分。90分绝对不会是因为它可以吃到饱，吃这一碗大概就是吃它的古早味哦，阿嬷的味道。我们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回到美仑溪这里吼。还记得，如果你们有看过我早期花莲行的影片的话，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这个出海口搞了差不多5个小时吧，没有中一只鱼。来吧，吹瑞。然后今天钓饵我是使用南极虾啦，我想说用南极虾应该不至于会像路亚那么。哇，想不到土豆的鸡丝头都穿便便啊，但是天气怎么突然说变就变？哇，天哪，突如其来来一个大雨耶。但是说我躲回车子的时候，雨竟然就停了。是哦，没有这么神奇啦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还是前往下个目的地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宜兰的太平洋钓虾场。今天呢，我们怎么又来到宜兰这边钓虾了呢？是因为它这边还有草虾池。各位都知道，在台湾的钓虾场、草虾池，通常它的营运时间只到10月初而已。只不过今天是10月22号啊，我们再去钓一波烤来吃吧。然后刚刚有一位大哥，他送给我他自己调的沾粉呢，他这味道非常的腥啊。那等一下我量个水深，我们就开单做钓咯。我已经开好1个小时炒虾池喽，它这边1个小时要400元，那我们开始做钓吧。来吧，吹瑞。哦，有号喽。刚刚虽然放枪了，不过玩草虾池就是只要浮标一抖，马上就要开枪。这个时候放枪就千万不要气馁啊！哇，哎，这只体型也算很不错的草虾哎。哦，刚刚草虾它咬得好突然哦，然后这只虾子体型也算是 OK 的，哦。
是说我刚看到一堆虾子都游起来了，然后我现在钓了两只虾，我就放了差不多有15枪左右了。只是今天的钓况感觉好像有点硬呢，完蛋了。土豆，你的运哪会遐歹啦？在海口钓鱼的时阵天气歹，啊不是钓鱼啊，鱼也袂夹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钓一个小时400元的草虾时，有几只虾吧？嗯，嚯，好咸哦！可以，哎，不要跳我孩子。然后刚刚我去捡人家用过的袋子啊，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多少只虾吧。一、二、18。我们先钓一个小时，有18只草虾。那我们用台斤来算一下有多重吧。9两，不过 OK 啦，我们一个小时钓半斤虾，够吃的了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去把它料理掉吧。哇、哦，它的炒面跟炒饭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一桶是刚刚我们钓到的草虾，这些草虾我先用人道安的 OK 啦，那我们先下烤虾吧。那在等虾子好之前，来吃炒饭吧。火腿炒饭，它看起来就很有诚意耶。然后它的炒饭跟炒面也都是60块而已。哦，它这个炒饭是用很多青葱去炒出来的味道。满满葱味从嘴巴里炸开来，这一盘肉丝炒面相较炒饭就没有那么惊艳了。不过 OK 啦，来钓虾场就是一个休闲啦。钓好钓坏我都觉得最后吃不饱再点热炒就好了。给各位看一下烤草虾，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钓虾场虾子，草虾仁。那么在吃烤虾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少了烤虾好朋友呢？
芥末的心，它很巧妙带出炒虾的鲜甜滋味啊。如果各位对于芥末的呛辣感忍受度很高的话，你们不妨也可以加多一点芥末和。那我们来说说今天旅游的想法吧。今天我们在花莲吃到了一间还不错的米粉，但是没有想到今天钓鱼的状况也是共辜啊。那我们用这个沾满芥末炒虾敬你们。那炒饭跟炒虾，等一下我会把它吃完的。等一下吃完后，我要回去休息了，好，明天还要上班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